走进曾家的米粉工厂，一阵米香扑鼻而来。一个个蒸得半熟、圆柱形的紫色米果团，正等着被丢进机器中搅拌。生米团那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它每个地方都是关键。你原料米的品种不对也不行，含水量是多少？你蒸的熟度是多少？蒸完之后你放多少时间下去制作，那也是一个关键。这所有的关键其实就是经验。筛水沥干后的生米团充满粘性，通过长长的输送带被挤压成米粉丝。今天制作的是独家研发的紫心地瓜米粉。曾有心一面跟我们解释着米粉制作的程序，一面观察米果团的粘度。纯米米粉制作费时费工，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。